近杨紫的新剧《青簪行》因为是久违的古装大戏，加上男主吴亦凡的加盟，不管是在人气还是流量上，都可以说是最让大家期待的一部剧了。虽然剧组一直没有正式曝光主演在剧中的装扮，但是不久前全新的海报曝光，让大家也终于可以一饱眼福。海报中的杨紫和吴亦凡站在屋顶上，在周围戏剧性的色彩渲染下，两人的身影多了不少的孤寂和清冷，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唯美的感觉。让大家最好奇的就是杨紫这次在剧中的扮相了。海报中的她穿着一身精致的白色服装，宽大的外袍因为精美的刺绣和镂空的设计，让整个人多了不少的高贵和优雅的感觉。站在屋顶上手拿灯笼，眼神的悲伤让整个画面都多了不少的凄美感。整个人因为服装的精致端庄，让她以往的灵动少女感彻底不见，反而整个人更多了不少罕见的成熟优雅。这样的杨紫真的很少见了，同时也展现了她最为绝美的样子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